看起来应该是不太行啊，就是这个风速真的是太慢了。我这样开个好像3分钟，我已经感觉到塑胶在燃烧的味道了，因为它完全都是塑胶外壳，没有办法这样搞，这样真的是稍微有点危险。我还是把它装回比较吵的样子啦，就让它全速运转，让它安全一点，就是温度控制更好一点，而不会就是哇塞，这个散热鳍片超烫，然后燃烧了我们的塑胶。